要做什么？要做什么？这就叫废物利用。还需要的只有爱心、耐心和死亡。恶魔之种的力量无人知道，你休想拿到！想拿到！好的，好的。王者永不休息。克克拉，回来练习，撤练习，撤练吧。我只是好把酒休困一下。推翻旧主人的时候到了。我笑你愚蠢。王者永不休息。哦，你必须都围咗啦。我也一样。再给点火焰又会怎样？来把水弄着吧。克拉克回来了。
恶魔之种的力量，主人，你休想达到恶魔之种。<笑>我虽然疯癫，还是很注重基本礼仪。 不是我的错哦！恶魔之种。
者永不休息。样本似乎很完美。副作用当然没有。你够本事对付永生者吗？王者永不休息。我虽然疯癫，还是很注重基本礼仪。恶魔之种的力量，恶魔之种的力量，恶魔之种需要更多力量。师兄，打倒，打倒恶魔！请问能收拾一下吗？看我的匕首！你休想打倒我！打倒我之种！我之种！在我面前颤抖吧！
没被跟踪吧？皇上永不休息。我等不及要出去了。在我面前颤抖，在我面前颤抖吧！我的匕首。完工了。你休想达到恶魔之中！达到恶魔之中！这有违我们的理念。我的匕首躲在暗影中。在我面前颤抖。要做什么？王者永不休息，在我面前颤抖，在我面前颤抖吧。哦，这必须都毁咗了。克拉克，成功了，回来了。
我比你快七岁。要做什么？意料之中，皇上永不消停。到局，到局。之中，赫尔拉克大吉，赫尔拉克回来了，在我面前颤抖吧！看我的匕首！在我面前颤抖吧！架子上的东西多夸张，要做什么？
撒一点点火焰就不会怎样。等等，我有灵感了。恶魔之种的力量足见之人，你休想拿到鳄鱼钩子就是会毁容生死吗？好的。任务失败。小鬼，照我的画作！他们开始互相丢书了。撒一点点火焰又会怎样？架子上的东西多花点钱。you
喜欢抢。我输了。